好久不见。1338天。我好像喜欢上一个女生。就我吧，喜欢一个人喜欢6年。我们一起看电影吧，因为你说过想跟喜欢的人一起看。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试探我？他也喜欢我？我喜欢的是自由追求爱情的感觉，而不是包办的婚姻。我要的呢是恋爱至上。我要你做我女朋友。她就像是我的 soulmate。我不缠着你朋友了，我缠着你。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特别会谈恋爱。要不要一起吃饭？滚！欧阳师哥的意思是，你擦拭冷静的方法错了。不用了。欧阳师哥不希望你再耽误大家时间，也不希望你再碰这些实验器材。好。欧阳师哥的意思是，你可以谈恋爱，但前提是不能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。他绝不能容忍有人进入实验室目的，是为了追男人。只要喜欢一个人，就会拥有读心术。我马上要出国了。我就是想为我喜欢的女孩子做一点事情，不行吗？你要是真的遇到对的人的话，我是愿意祝福你的。艾琳琳，我喜欢你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你。不想别人收礼物的时候你没有。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要不然这样，我们俩再试试。